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谈惭愧和忏悔的重要。佛教强调，修道的人如果不承认错误，不能改过向善，那么修道就不可能有进步，更不用说有什么大的成就了。为什么惭愧忏悔对于修行佛道是这么的重要呢？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惭愧和忏悔这两个名词啊，都是佛学的专有名词，在我们中国的古书里边好像是没有。惭愧的意思呢，就是对不起自己呢，和对不起人的意思。自己知道对不起自己，知道对不起人，也就是辜负了自己，辜负了人，或者是伤害了自己，又伤害了人，而自己有一种反省的心理的作用啊，这个叫做惭愧。所以惭愧本身呢，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惭愧之后做什么呢？惭愧之后就是忏悔。如果只有惭愧而不忏悔啊，那这个功能呢不能够产生。惭愧和忏悔一定是啊，两个是一前一后啊，相辅相成的。所以忏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自己对于自己的过失的行为负责任，自己承担自己的过失的责任，这个叫做忏悔。忏的意思啊，实际上只是一个梵文的音译，悔呢是我们中文的意义，加起来就变成忏悔的这个名词了。这个悔呀，是悔过，不是悔恨。是啊，不是后悔，而是呢觉得遗憾，而承认自己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应该要对他负责。不管是对人以及对动物，对任何人发生了觉得很遗憾很抱歉的事，就是自己说啊，真是对不起，我负责任。这个负责任不是仅仅嘴巴上说一句我负责任，没有用。所谓负责任呢，现在我伤害了你了，你要我怎么样的赔偿，很公平的我会补偿你，如何的补偿法，那看一看，有的时候我主动的我来赔偿你，有的呢你要求我，我如何的补偿你，这个我是承担这样的责任的，这个叫做忏悔啊。这个忏悔的意思跟西方的宗教徒讲的忏悔是不一样的。西方的宗教呢，如果犯了罪，乃至于自己人类的祖先呢，亚当和夏娃犯了罪，我们后代的子孙呢也受的连累，叫做人类的原罪，不是我们犯的罪，而是人类的祖先犯了罪，那我们结果啊也受的连累，因此我们都要下地狱，我们都是啊不得翻身的。但是因为啊我们自己信了基督耶稣呢，我们的罪就没有了。这个罪给谁拿去了？是给啊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呢去承担了，这样子呢我们的罪过就没有了。也就是说一笔勾销，根本没有罪过。还有我们自己犯了罪，是不是说能够不负责任呢？这个在教会来讲，如果犯了罪的话，你只要信了上帝，你的罪就是没有了的，是这样子讲的啊。那我们的佛教徒啊不是这个样子讲的，我们的佛教徒
犯了罪，自己承认错误之后呢，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好汉呢、啊，绝对不把自己的责任交给人家去的，自己负起责任来。但是这个还要忏悔做什么？既然要负责任，你忏悔有用没有用？有用。我们呢，忏悔一次以后呢，再也不希望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这个叫做忏悔的功能。如果又犯同样的错误呢，再忏悔。那么我们另外忏悔的功能是在于啊，消业可以消的，除障碍可以除的。当我们呢被过去世的债主逼着我们讨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障碍出现，这一障出现，一障出现的时候啊，他是马上要你还债，所以呢，你就产生了或者是病了，或者是呢你事业上的障碍了，或者是你家庭发生什么问题了，这个时候你在佛前忏悔。忏悔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过去的所造种种，一切的一切，我会负担，我会负责。当我啊，现在呢，让我能够通过啊现在的难关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我会成长，我也会修行。然后我想把我的功德回向给你，或者是我以后呢，行菩萨道，主动的来还你的债。这样子一来呢，这个一障啊，就暂时啊，不会把你呀、啊、挡住，把你卡住。所以忏悔的功能呢，是在于此，有两种哈，一个是责任承担，一个是呢能够忏除一障。我们家里边的好事情，我们自己公司里面的好事情，凡是啊通过我而表现出来的好事情，如果说大家都感谢我，或者是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的功劳，我的一个人的贡献，那你要感觉到惭愧。如果有惭愧心，这个人一定是谦虚的；如果有惭愧心，这个人一定是受人欢迎的；如果有忏悔心，这个人是一定是负责的。所以是惭愧和忏悔，是我们呢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